小五是不是呀？对。你现在不是你在吗？啊，还在吗？还在这里。我都是我爸妈讲的。哦，你有两毛？呀。哦，我有两毛。哈哈哈哈哈。不错，我叫什么？说什么？在工厂，我们家是没有人呀。还行。你是没事儿，装修还是没事儿？啊，没有。对啊。那咱这不比你好。咱就是这钱。对，上不了路费。